今天我要挑战全网最迷你立体书。贴纸的背板空白处制作书页，参考图剪下来作为素材，一张背板就能 DIY 一本立体书哦。书页对折后用泡沫胶粘贴小图案，垫出一些立体感。空白处还可以再加一点素材，多制作一些书页粘贴在一起，根据厚度制作书壳，每一页都是不同的立体小图案，超简单的迷你立体书搞定。第二种方式，先将图案对折，左右最外位置折叠纸条粘贴，再将纸条上涂胶粘贴在书页里，胶水干了之后打开，就是立体的小图案啦。多制作几页粘贴组合，加上封壳完成。第三种方式，先将书页划开折叠成这个样子，贴上小图案，同样是多制作一些书页组合，加上封壳，直接就爆本了，每一页都很精致。学会了就一起试试吧。